没法，因为没有时间吃完。现在几分？三十四。那停，哇，怎么都叫停？停，你要叫他？对啊，嗨。你现在都讲出来了，没有听不到吧？嗨，我们等一下会等人进来开始介绍。今天我们有新成员，第一次直播，染了新发色的可鱼，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哦，不是，他表姐。可鱼的表姐，我觉得可鱼染的颜色看起来超显白的，白一点就比较胖，你看上下。还好吧，我觉得看起来有比较古典美的感觉，而且镜头上其实看不出来你是染，有点带粉色。对，因为我还没洗啦。嗯，刚刚没认出。我不是啊，我是他的表姐，大家请多多指教。有神经病。对，要搭配我今天的风格是另外一个人。你今天是什么风格啊？姐姐风格。姐姐风啊，今天是可鱼的姐姐。嗨，今天的礼物就是你身上这件裤子。这么好，还没卖完哦，还有得送啊，应该是货超多的。但这件裤子也是卖很多件嘞。真的哎、欸，这裤子是我们今天的这周的第一名，真的是第一名，真的是实至名归的，当之无愧，实至名归的第一名。那应该是因为江江那个假日在 IG 就是疯狂的跟大家推荐这裤子有多么逆天神显腿长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江江 po 真的是还蛮烧的。大家有被江江 po 的宽裤的穿搭烧到吗？而且其实江江。他全色都拍了，对，是哎，深蓝色跟米色他都拍了。他有拍米色，我记得有、欸。我记得他全色的小姨都有请他帮忙。哦，真假？真的是很烧。水水们，对，你们今天就是个水水们。嗨好。我们今天礼物是分享加留言就可以抽宽裤几名？两名。两名哦 ，Peggy 现在可以选官网上面的显腿长宽颜色跟尺寸。哎，我觉得它挺日系的。对，就其实，可是其实也蛮韩的，因为它的材料关系。那我要先开始介绍了吗？可以。有人说可鱼的新发色看起来很清纯、很乖的感觉。好。矮个也能穿长宽裤吗？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穿起来的感觉。但被自己身高灭火吗？155公分的宽裤，其实也是，就是155穿可能一定是会太长，因为我现在是158公分。对，但是我已经就是已经到地板了，我现在里面大是会落地，对，是落地裤，所以已经到地板。150建议可能就要，如果要这件的话，可能要改。那我觉得150有一点困难，但如果是153、155，就是要改长度。我觉得还有机会，就是没有，不是有现在有一些球鞋，像是艾迪达 Superstar、Stan Smith 啊，或者是 Vans， 他们有出厚底的，大概这样的。其实你如果155或者是刚刚对155的话，长度其实就不会那么长了。那150可能真的就是要。可能要斟酌一下，要改长度，或者是等，就是看小金鱼之后有没有出这种款式的。对啊，因为其实这种款式我们应该之后应该也会。最近看起来好像很会跳街舞，要不要来一段？松了吗？他这件本来就是做宽裤，但是我的腰围是合身的，然后是我的腰是有松紧带，对，他后面是有做松紧带，这边有开拉链。哦，对，他这边有开拉链。是可以开拉链，然后又可以直接穿上去。然后158的话，我像是穿球鞋，大概是落地，然后就是刚好落地，可能有时候会踩到一点点的裤子的感觉，但是是就是踩到一点点的感觉，可能是我穿不够上面。但是我现在穿着是大概是中高腰的位置，
Yes， 给大家再看一次远景，然后多转。但其实我觉得落地也很好看，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穿落地裤，觉得腿看起来比较长，就日系啊。然后是那种麻杏色的，日系吗？日本杂志里面会看到的穿搭。对。然后给大家近看一下这个裤子，它这边其实就是做一个造型而已啊，对，也没有什么。对，但还是要绑啊，因为不绑，就你上厕所不用松开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一个造型。它是从侧边有一个拉链，是拉拉链脱下来，拉链拉下来。对，这边是固定的，对，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功用，就是绑个造型而已。它的拉链在侧边，嗯。上衣好看，你有介绍上衣了吗？还没。我想说，大家应该比较对宽阔有兴趣，所以你尺寸还不确定的话，就是可以参考一下 Ruby 今天有 po 一个文章啊，还有一个重点穿着感觉的，没错、嗯，这个宽裤的价格超便宜，才590，590，它是有分量感的那种棉麻，也不是很薄的，而且我以为它的是。就是一般的颜色、嗯，但它其实是近看它是有纹路的那种棉麻的，对，就是棉麻混纱感觉的感觉，亚麻的感觉，材质比较偏挺硬挺一点点，觉得想买，就是没有内里也不会透，对，它不太会透，是硬的材质。然后上衣，刚刚大家有问上衣，我先介绍牛仔外套好了，也是上次我们这周的前三名的明星商品。短版的哦，因为牛仔外套好像很少短版的，对，就现在几乎都是中适中吧，就是我穿起来是适中的牛仔裤，但是牛仔外套，但这个是真的是为小织女设计的吗？哎、欸，我这个很喜欢这件 ，Ruby 也很喜欢这件，对啊 ，Ruby 穿刚好看，把它穿好，而且这件加宽裤就会变超高的感觉。你说哦，对啊，就加这件、啊，因为上衣是短的，然后裤子又很长，就会变很高。这个有什么好？就下面是抽虚的，对，下面是抽虚的。然后如果想要穿大件一点的话，你们可以拿大一个尺寸。嗯，对。对，佩奇身对佩奇身上穿的是 S 号，对，可以穿。而且这颜色还蛮春夏。对。那春夏其实出去外面其实也，中午的话可能也不太能穿这种外套，比较厚一点。但是在办公室我觉得可以。以现在我们办公室来讲。我只能笑出来然后可以这样扣一个，然后让它往后拉的感觉，这到秋冬也可以穿，因为它是真的就是牛仔布料，它算是硬挺的那一种的，就是真的牛仔，对对，是真的牛仔。有人问适合高个吗？牛仔外套高个看你想要什么感觉吧，或者是你可能要看一下长度，因为怕会不会有些人不喜欢穿这么短的。如果你180的话，穿这个可能只到腋下。乱说。如果像那种165那种，阿甘可能就要穿到 M 号，就一定可能要 M 号。对啊，對，嗯，可能比较适合小织女，我觉得。对。或是我们这种正常，也不算高的，正常高的女生，比较看起来比例会比较好。嗯、对。大家穿背面，这样，它做落肩的，然后袖子其实也不太算宽松，就是、或是也可以折起来、啊，也不是宽松的版型，像适中的版型。嗯，好，我是158公分，48公斤吧，哪有、啊、变胖？这乱讲，有啦，应该有啦，45、46吧，哪有48吧？可是很久没量，我量一量就42。不可能，你看你现在脱了有多瘦。嗯，好，没有。好，然后背心我觉得算是隐藏版，因为好像没有人发现。对啊，好像这件是短版的，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搭也很好看，很可爱。我现在穿的是这个，应该是算红格吧，我不知道它上面品名是什么颜色，就是它的红格，其实它是有点橘红色，然后是杏色的，我就觉得可以搭。这个宽棉麻的，对，对，就是感觉是一起的，对，就变成一套，然后刚好也是短版的，也可以把下面这个扎进去，因为它其实我刚刚穿的时候其实有点想扎，有点不太想扎，但放出来其实好像也可以。它这边是松紧带的，它的领口，领口不是，领口不是松紧带，下面才是松紧带的，然后扣子是包扣的，很可爱，是包扣，是不能开的，它是假的。我觉得蓝色也很可爱。对，蓝色，我刚刚想说好像可以配深蓝色的宽裤，但直播的话，可能还是要穿亮一点。
但大家看得比较清楚，所以我就会搭这一套。肩带是有调节环的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调整那个肩带的长度。嗯，后面的话也是做松紧带，就是腰跟前面一样，可以自己调。就是有些人不太想露腋下太多，就可以调高一点。这件材质是舒服的吗？这件材质哦，就是棉麻的，棉的。我站后面给大家看，一整套就看起来比例超好，大概3:8吧。3:8，3:8已经超出表格了，好不好？3:8，只有3:7。对，这样大家刚好3:7。好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哦天啊，我就还怎么分场？我看一下大家什么，这个。背心有点短，背心是做短版的哦，腿看得比较长。然后蓝色的裤子哦，蓝色裤子我等一下可能不太会，应该不会穿。大家可以去看江江的穿搭。好，外套好烧。OK， 那我去换下一套。好，那我们换我们的新朋友可鱼的姐姐。自己一个人有点紧张哎，为什么？第一次直播吗？就是自己一个人，对啊，第一次直播，第一次直播。嗨，我今天穿的是这礼拜的连身裤，那它算隐藏版吗？算是吧，而且你是他，我跟你讲，可鱼的姐姐超爱这件，她假日就穿紫色，然后今天又穿绿色。我假日 IG 有穿紫色，然后我今天穿的是浅绿色，然后因为它是里面是细肩带的，然后。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手臂很粗，然后屁股也比较，就我比较肉啦，所以说我就是不会单穿，我会加一个罩衫在外面。可是因为这一件本身的材质是很，就是那种很舒服的雪纺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是之前的也是雪纺的罩衫外套，穿这样子虽然是两件，可是完全不会热。我那天假日这样走在路上是没有流汗的。然后这个它里面啊，它是细肩带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它很好的地方就是我那天穿紫色，我也是直接穿一般的内衣。就是我觉得浅绿色跟浅紫色，你如果配白色的内衣这样露出来也不会很奇怪。然后还有一个颜色是黑色，那黑色当然你穿黑色的内衣肩带直接露出来也不会很奇怪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喜欢穿平口内衣，然后再加上它这边又有荷叶，所以你如果又穿平口，这边可能会太突出，所以我是直接穿一般的内衣。肩带是可以调的吗？可能要看一下。哦，可以调的，可以调的，那蛮不错的。然后它这边有缩腰，然后像我屁股比较大，所以你就可以罩衫把屁股这样盖住。然后它的长度，我现在穿有跟的鞋子的话是到脚底，我现在穿有跟的鞋子，但是我假日的时候是穿平底的凉鞋，就是刚好落地，我156公分。然后因为它这个里面是有做里布的，所以它其实是有重量的，这样感受得到吗？哦，有，它是有分量感，是感觉有质感的连身，就是不会太飘，但是会有一点一点飘的那种感觉。可是我走路的时候是会有，就是跟随着你的脚步，会有那个飘垂坠的感觉。对。可是然后因为它这个里面是有这个滑滑的里布，所以碰触到身体的地方都非常的舒服。就是穿这一整件就是很舒适就对了，然后你肚子也可以尽量吃，因为它这个就是松紧带的。没错。其实我觉得它算不怎么显臀，只是我个人本身就是臀部比较大，那我们穿衣服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想办法显瘦嘛，所以就会把比较就是胖的地方想办法遮起来。不穿跟鞋会落地吗？我不穿跟鞋，我穿是刚好落地，我是156公分。你怎么换那么快啊？然后我觉得你如果觉得浅绿色跟浅紫色比较成熟一点点，或比较太女生一点的话，其实黑色配牛仔外套就不会，然后再配球鞋就蛮休闲的。对，然后我那天假日的时候，我就是穿这样子，然后加紫色的这个，然后我妈就说你穿得像仙女一样。要去哪里？因为这件一穿上去就会很仙，因为它这个裤管真的是，看一下，它就是会这样随风这样摇曳的感觉，很美耶。然后浅绿色我觉得蛮显白的，很白啊，有啊。然后再加上你头发又很黑，对，哇，你看曝光了，对啊。156穿小白鞋会落地吗？会落地。会。其实对，差不多，因为我那天是穿凉鞋，底更扁。
飘逸如仙女，好适合约会啊。但是要说这个有一个小缺点，连身裤都有的缺点，我在上厕所，就是上厕所要整件对啊脱下来，对啊，上厕所麻烦。这件配刚刚牛仔外套，好，等我一下，立刻换，我去旁边换一下。哎呦，无聊哦。连身裤还有紫色的，而且这两件颜色都是淡淡，所以我觉得这两件颜色其实都蛮显白的。哦，可以去换那个，没错。那你先介绍。那我先穿下一套。点点的洋装，这款做的比较跟以往的洋装不太一样，它比较窄一点，它比较合一点，它比较直筒一点，大家从侧面看应该。看得比较明显，就是一般我们洋装会做的比较散状一点，那这个做的是比较修身一点，就比较直筒的感觉啦。然后裙子的话它是有皱皱的面料，就黑色其实看不太出来，看一下看不到，小心啊，就是有皱皱的感觉。对，它的下摆啊是做皱皱，它这边有做皱皱的感觉，然后上面有在拼接，哎，他有在拼接一个那个，对，他有在拼接一个鱼尾，有点像百褶的鱼尾裙，所以看起来比较特别，我要讲什么比较怎样？最近形容比较有层次感啊，就是比较有层次感，比较深度一点。对啊，对，哎，然后肩带的话可以看一下，是不可以调的。对，它这件不能调，然后刚刚那件是可以调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件其实长度蛮刚好的，对，不会到单穿，对，单穿好像也可以，因为现在看起来是不会带低，对，对，单穿应该也是可以的。然后我现在里面搭来这件 T 恤啊，我觉得一定要介绍给大家。这时候也是，这时候因为这个商品T 恤其实大家看不到出来它的面料是怎么样，但是这个面料其实非常的舒服，你摸摸看，它是。就是好像之前没有，对不对？它是有一点厚度，然后又有一点，它是有点弹，它是有弹性，弹性很好的，很像纱又很不像纱的，对，很像纱又不像纱，但是不是那种会刺刺的，或是那种就是弹性超好的那种纱。它的面料我觉得很特别，而且是舒服，有一种绒感。对，然后黄色的话，我觉得是还蛮适合搭黑色点点的洋装，就是芥黄配黑色，如果你再配编织的草帽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帽子。然后背面的话，其实它这个 T 恤很多颜色，哎，我去拿给大家看。好，在这边，我都拿过来了，超多颜色的，而且颜色其实都还蛮秋冬的颜色。我觉得就是春夏的话，可能就是白色、黄色可以去搭配吧。还有这个橘棕色，然后秋冬的话就是可以去买，可以先准备绿色啊、黑色跟咖啡色跟墨绿色，就可以先囤货，因为它不管是单穿啊或是内搭，好像都可以，都还蛮适合的。而且白色是一定是蛮百搭的。我一个一个比给大家看那个颜色好了，黄色的话应该不用比吧，就是黄色就是它是算芥黄色，就比镜头稍微再暗一点点的芥黄色。然后就是墨绿色，我觉得单穿好像也很好看，就是有一种欧美的感觉。这是墨绿色，就是搭个牛仔裤啊，对，就是你再搭个牛仔裤，比较随性一点，但是它有垂坠感，很舒服的面料。然后棒啊，然后白色应该不用比了，白色配牛仔裤一定就没问题啊。它会不会透？它有点曝光，白色好像会稍微透一点点。白色会比较透一点哦，白色内搭。好，然后红橘棕色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我看它什么颜色，砖红，它是写砖红色，就是有点偏橘红色的感觉，还蛮秋冬的颜色。这个是卖最好的，卖最好的砖红色卖最好。哦，砖红是卖最好的。然后卡其色，我很喜欢这颜色。它有没有很舒服？卡其色有，我刚刚跟大家说它很舒服了。我刚跟 Peggy 说，她穿上去会吓一大跳，真的是吓一大跳。就是怎么会这么舒服？蛮舒服的，而且看起来很热，但实际上不会热。然后墨绿色，蛮显白的。要找火好的，没有，我看黑色的，
白色的微透肌而已，其实其他颜色算深，不太会露出里面的内搭。我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贴身哦，它是它算是不贴身，但是算合身的款式，应该算合身吧。没有，就是小宽松。没有，它的版型不算宽松。我来偷偷解释。好，这是制作人吗？它的版型是宽松的，可是因为它的布料很柔软，所以它会稍微贴在有点顺着你的身形。嗯，你知道，所以但它的版型是宽，就是大家看它这边不会太合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跟比基尼也很配，然后可以下面这样绑一个。它真的很舒服哎，就是我不知道镜头拍不拍得出来它的手感，其实也不太会皱，就是它是捏了就是这种软软的感觉，然后很有垂坠度，弹性也很好，弹性也很好，可以拉鞋尖吗？我觉得好像会很卡，因为会看起来很硬，就是、对，因为它的领围。它的领口其实是有特别在做包边，那这个包边是没有弹性的，它这边是没有弹性的，这边是没有弹性，我拉不开，所以拉成斜肩可能不太适合。好，哎，这个真的很难滑哎。看到大家有没有问题，我等一下会再穿卡其色，穿一下另外一套。大家好像想看那个裙子的长度。裙子的长度。对。裙子的长度。到小腿肚这边，我是158公分了，然后你可以搭帆布鞋就很好看。这布鞋我们也有卖哦，旁边有那个刺绣的英文刺绣的帆布鞋。好，那我去换下一套哦。上衣只买了，后悔只买了一色，那你再赶快再买另外一色。是谁？谁？Joyce You。不错，我觉得可以包色。好。那我去换下一套，结果我刚刚直接换了下一套，因为我想说我原本下一套就要穿牛仔外套，现在灯是不是有点奇怪，因为外面天色突然变得很暗，所以你要调亮，调可是太亮我好像又会过曝哎、欸。他刚穿什么鞋子？他刚穿什么？有人问鞋子会磨脚吗？哦，那个刺绣的那一双、嗯、我没穿过。可我看他们穿好像都还好哎、欸。我现在要介绍的是我身上的这个，也是这一拜的前三名的这个短 T， 它有八个颜色，你不怕你找不到你想要的颜色，没错。然后我拿了比较特别的颜色，这个鲜绿色，它其实我好像现在也可以配鲜绿色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它很百搭。很基本，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们每个礼拜就是这从夏天入夏以来，每个礼拜都出了很多的字体，然后我们都配了很多各种配色啊，什么紫配黄啊，绿配橘啊，什么我不知道，我随便乱说的，就是我们配了很多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做这件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说我要回归就是最简单基本的，可是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少出短版的，我们都是出正常或者是长版的，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一个短版，然后我想要那个文字是。很简单手写的，然后就是只配白或黑两个颜色，所以就有这个的诞生。然后那时候我请江江帮我写了这个 feel so fly， 意思就是有点心情很嗨啊，有点呛啊，有点飞起来的那种感觉，像我们下班的时候。对，我觉得礼拜五就是可以穿这个。我们礼拜五下班好像就呈现这个。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军绿色、杏色跟黑色这三个颜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短版上衣很适合穿，很适合配宽裤、高腰宽裤，像是这礼拜的，或是我身上的是下礼拜的，我觉得搭起来蛮休闲街头感觉的，就是跟平常比较甜美的 puzzle 不太一样。不是 so fresh， 是 so fly。我的身形适合穿 PG 的那件 T 恤吗？我小杂志其实有穿诶、欸，就是它会比较显胸，就是看你个人喜欢或不喜欢。但我觉得不是显胖的。项链是之前的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。要架上项链的类别可以用用看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短版外套真的很好看，就是你看我配短版的上衣加短版的外套，然后加。高腰宽裤长裤，我现在是不是看起来蛮高的？我看起来高吗？就是、很高、啊，因为就是短版上衣，又再加落地。
然后而且这样只有两个，比起这样只有两个颜色，我觉得再加一个牛仔外套，这样子看起来人比较有搭配的感觉。对，衣服，然后我这个黄色也很可爱，跟牛仔外套很搭，我好好的穿一下。黄色真的很适合牛仔外套。对啊，这一边是好好穿，这边是披着穿。就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披着穿大家可能就会想要看好好穿，这样子。我穿的裤子是下礼拜的哟，也是长款裤，先给大家稍微看一下，它是很舒适的这一种。它是雪纺的，跟那个棉麻不一样。因为那个这礼拜是比较硬挺一点的。对对，牛仔外套尺寸我穿的是 S 号哦，穿起来156穿起来是这样，几乎是跟这个 T 恤差不多长，长一点点、长一点点而已。那如果往后拉，其实就应该差不多。你说这样？对啊，就变得差不多一样短了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披着的。好，我穿完了。好，那我换了。你没有，你不是也要穿那个上衣？没有啊，我后来换掉，换成这个哎、欸。你是想说一可以一起穿？但我穿这应该，这个这件好像比较少人知道哎、欸。这一件，对啊，这礼拜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知道，你确定是这礼拜的？对啊。啊，你不要穿到下礼拜了。是这一拜的吧？我会笑出来，应该会贴出来。他如果都没有贴出来的话，应该就是下一拜。三件五折之后会有吗？哦，我们台中特卖会是几月几号？礼拜五，八月十七，对，十七号礼拜五。八月十七号，台中中友百货有我们的特卖会哟。去台中了，这次也是有一些小惊喜。什么？干嘛干嘛、哦？不错吧？还不错，算是第一次进到特卖会的新系列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台北没有哎、欸，我牛仔外套穿 S。台北没有，台北没有出现过的东西。哇，台中会出现哦、喔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连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你知道会吓一跳的。好，继续。好，那点点群来了，点点群，他也是做皱皱，就是他这边也是做皱皱布的感觉。然后其实我发现皱皱布好像蛮显瘦的。对啊，就是比平常我们那种之前我们都是做没有皱的，或是做百褶。对啊、哦，皱皱布其实蛮显瘦的。皱皱布更显瘦的感觉。然后腰围是全部都是松紧的哦，你可以穿高一点，就是看起来比例又比较好。然后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像是花苞的剪裁一点点，因为它下面有一点窄，所以就是有点要顺下去的感觉。给大家看侧面，其实有点远，看不太到自己在穿什么。对，这样好。紫色的蛮可爱的，我觉得紫色好像是大家这种淡紫色，好像是大家比较敢下手的颜色。对啊、哦，哎，反正今天也蛮流行的。对。然后我刚刚有带一个白红点点，我觉得想说可以比一下给大家看。白红点点很可爱，有人说喜欢红白点点哎，我才想说你们这颜色是不太敢驾驭，因为它很红的，很可爱，就是它很复古，对，很复古，很复古，对，红色，这种红色我只敢配白色 T， 或是红色 T， 字 T 的，字 T 的感，字 T， 白红点点，大家喜欢紫色还是红色？我喜欢红色，你喜欢红色？点点很好看吗？点点可爱，它是有点皱皱的，这边大家看应该看得比较仔细。然后白色其实它里面有在做内里，所以不太会透，可是还是要穿一点，还是要穿浅色的，因为我现在手伸进去是看得到一点点的皮肤色，对，所以还是要穿浅色的白色裙子。上衣要来跟大家介绍哦。我先看一下留言。红色背心可以跟它一起搭配，红色背心哦，我们架上应该目前有，对啊，你可以这样子一起搭。绿色长腿裤，可能要看江江的穿搭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有示范杏色了。嗯，好，逆天长腿裤台中特卖会不会卖哦？想知道 Lily 还没。明天没有，明天不是 Lily， 明天是另外一个企划。然后我们等一下
晚一点会穿给大家看，就是会瘦瘦的那种，会瘦瘦的那种，对，会瘦瘦的那种。好，我介绍一下我的上衣。哎呦，这个很难滑。明天没有莉莉，明天没有莉莉，明天是另外的企划。好，不是，也不是，会瘦瘦的那种，等一下会穿给大家看。会瘦瘦的。好，那我先介绍那个上衣。上衣，到底是不是这次啊？我刚看是这次的，是吗？我现在也帮你看。是，他说是，是哦、他说是，然后他说是就是。我们都不做功课了，是不是？他的领围的话，这边是全部都是松紧带。我去拿别色好了。好啊，他这边全部都是做松紧带，然后我刚刚有试着看是不是可以穿上去，但是不行，因为他这边很卡，他这边的肩袖就是会卡住，所以他是只能穿一字领的设计哦，他不能变成短袖，他就是一定要穿成这样。然后，绑带的话，我刚穿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可能要先拉上去再绑，因为如果你穿成这样再绑，它很容易会松开，所以绑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先拉上去再绑，不然它会很难绑。对，袖口的话，它这边有做蝴蝶结，有点曝光，看不到，你远边看看，它这边有做蝴蝶结哦，然后是这边是没有松紧带的，它就是硬的，它没有做松紧带，所以不会压迫到你的手臂，然后有做蝴蝶结的修饰，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粗吧。然后给大家近看那个蕾丝，它是整个布料都是用蕾丝花布去做的哦，就是它可以近看。然后里面一定要内搭 bra T， 给大家看后面。哇，很多色哎！我可以穿一件是有两款以上。那是哪一款啊？我应该没有穿错吧？没有，好像两款都是，我这样。两款都是吗？你先拿这样这样好，这样我看一下。我先，大家问衣服会往上滑吗？看一下，会往上滑，会往上滑、哦，因为它是松紧带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不然你就绑个橡皮筋了。好，然后它有另外的颜色，紫色，紫色很可爱，淡淡的紫色的感觉。紫色的话，就可能要配白色裙子吧，或是牛仔裤之类的。紫色的，紫色也很好看。怎么变成绿？好，然后墨绿色的，可以一起。墨绿色感觉可以配刚才那个杏色的长腿裤，好像也可以。嗯，这样好像就变得很日系。对对对对，杏色的裤子的话，复杂的。正品还有货吗？没了，送完了。送完了，刚刚送完了。对，今天送完了。哇，早上十点的时候就接到通知说送。哇，正品没有了。你先看，我以为是正面。好，然后刚刚发现还有另外一款很像的。对，就是如果大家不喜欢这种的，你就可以挑基本款的、這個。但是这个也是一字领。对，它也是一字領。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穿上去变短袖的感觉。这个货号我念一下好了，我怕客服找不到。45611，45611，这个是 P45611，是不同款的，两款不一样，但是很像。材质我觉得好像也是，应该是一很像，对，差不多的。然后这个只是插在它是很基本的款式，它没有做荷叶边或是没有做绑带，就是如果你怕穿着太花俏的话，你可以选这个比较素的，比较对，比较简单的。简单款的这个一字领的提花上衣，没错，嗯，好，绿色很好看，对啊，绿色看起来蛮 Lily 的，再加亚麻色的裙子就可以了，也可以搭那个宽裤，那个宽裤很百搭，宽裤，杏色很好搭，杏色宽裤很好搭，好，黄色也很可爱，黄色可以搭牛仔裤，嗯，好，我看一下留言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大家都很想要哎、欸，哪一个上衣？上衣吧，真假的？荷叶袖 V 领绑带洋装 ，OK， 刚刚有两个人点这个洋装，我等一下去看可不可以，要不要去穿一下？我很适合紫色吗？对啊，像好像，对啊，好像很多人都看到我就说紫色，要穿紫色，但是我其实衣柜没有那么多紫色。
衣服里面是小可爱，对，这个白色要穿 bra T。嗯，好，然后换下一套吗？对啊，不行哎，现在没人了。对啊，可鱼来了啦，我去换洋装好了。我等一下去换洋装，然后应该就差不多。换拉开，这样子。嗨，我穿了一个比较像我原本，比较像我妹妹原本风格的吊带裙，然后配了一个，这个真的是好亮。为什么我一直过曝？配了一个真的是隐藏版，我自己本人是不知道这个礼拜有这一件衣服的，这个。然后后面是有绑结，但是我刚刚穿反了，我刚把后面穿在前面，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看的，只是因为它那个这边有一个。它走标，你如果要穿正面的话，你要把那个标剪掉。我刚刚穿反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可是我觉得也蛮好看的，没发现。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刚刚那个后面那个绑结放在前面，然后不要绑松开，然后这样两个有点像帽T这样垂在这里，我觉得也蛮好看的。然后这个它这边有，这个要怎么讲？荷叶边在大概手肘一半的位置。我头发为什么扁扁的？真的想知道吗？因为没洗头，因为我礼拜天才刚染完头发，然后设计师说我礼拜就是今天晚上才可以洗头，我真的很痛苦，我真的很想要赶快洗，可是又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刚染完。好，继续。然后我穿的这个吊带裙，我觉得它其实不管是高个或是小之余都可以穿，因为像我比较矮，我就把它这里调到比较短，长度就蛮刚好的，然后也不会看起来。腿很短，可是如果你比较高的话，你这样拉下来穿也是可以，所以应该到165、170应该都可以穿。好，再把它拉回去。好，小朋友感觉这一套就是比较是我自己本来的我的风格。那我自己在小杂志里面是穿杏色的，就是深蓝色跟杏色，我会比较喜欢杏色。可是我看了一下销售，深蓝色卖的比较好哎。可是深蓝色，你不觉得深蓝色一穿上去就有一种很乖乖学生的感觉？对啊，乖好感女孩，好女孩的感觉。170可以穿有，我的朋友问170可以穿，我觉得可以穿啊，但是这好像不是你的风格。对啊，然后它这个是跟之前有出过一款跟这个很像的宽松吊带裤，是一样的布料，然后就是把它改成了洋装，然后它正面这边有两个长这样子。要完蛋了，深蓝色看不到。你是不是穿搭是穿杏色？对，你可以帮我拿杏色吗？它这个口袋的盖子是圆的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但是后面是没有口袋的。这周适合丰满 bra T， 小胸女能穿吗？方领的那一件啊，建议是胸部比较有肉的人穿，因为不然可能你会。空空的，没错。不然就是你有穿吗？我没有穿啊，我没有穿过那种。或者是你真的很想穿，就是你们要再穿一个，可是它后面那么低耶，所以还是比较不建议好了。建议比较胸部比较有肉的女生可以试这礼拜的方领的那种，比较适合。B 以上，嗯，对。这个它的口袋是这样子半圆盖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。打折吗？对，打折，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。杏色看得比较明显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杏色很好搭，我自己是会比较喜欢杏色啦，但我想说小杂志已经穿过了，杏色也比较不会那么像学生。只是杏色你真的不要配白，这个白会太，你整个人会有点消失。你看我这样有点消失在荧幕上。对啊，颜色太融合了。对，所以我在小杂志里面杏色里面是配绿色的 T 恤。或是我觉得可以搭我刚才拿那个大地色系的，你说很舒服的那个上衣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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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百搭，都拿回去了。对，哦，然后这个上衣只有一个颜色，再给大家看，它后面是有。你看一下它的那个，你有跟大家讲那材质吗？它的是雪纺，然后上面有一个，这是花还是蝴蝶？什么都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就是一个调暗一点。看到了看到了，这样它上面有这个花吧，就是。
一个造型的，就是我们平常是点点，对，但是这个不是点点，我觉得这应该是花吧，这有五个花瓣哎，嗯，对，是花，嗯，就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，对，但是它是真的会透哦，所以如果你单穿的话，里面要配 bra T 或者像我一样配一个可能 maybe 吊带裙或牛仔吊带裤吧，它中间胸罩的地方盖起，盖起来。好，好。那、啊、你没有要穿？我没有要穿。那你等一下等我，我去穿。我穿完这个洋装就介绍下一个。刚有人说要看这个洋装，就是雅迪穿去那个洋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可爱哎、欸，因为它是，你刚为什么突然有一种自己很嗨的感觉？对，就是我刚穿上去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没有代表他真的很喜欢这一件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件，所以就这很可爱。这台湾好舒服啊，很优雅哎、欸嗯，就是很这个袖子做的很棒。讲什么？现在讲什么？就是很，他是要穿一字领吗？他可以穿成，对，他这边可以穿成一字领，然后你也可以。像我刚刚那样穿成方领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刚才那样，因为一字领我觉得穿太多了。对啊，我是穿小白鞋，最后面一点。穿成方领的话，就可以穿正常内衣，就可以穿内衣也没关系。Peggy 一五八幺一五八，就是我觉得它蓬蓬袖这边很可爱，因为它这个材质啊，是有点算是挺度的。但是又不会看起来很肿，内里吗？它没有内里哦，那会透吗？有一点会透，深色的它会透、嗯。要建议穿浅色的，浅色的，或是穿安全裤。有人说你有娇羞感，是说穿这一套吗？刚刚吧，就代表他真的很喜欢这件的。但是对，没有但是，这边有绑带，是附的绑带，可以搭，就是可以搭，嗯。158公分，这件其他颜色，也蛮可爱的。Pocket 的那个，那应该是吧 ，Pocket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好，那我再转圈给大家看，这个有口袋哦，就这边有口袋。你穿这个真的蛮好看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一件。你有买吗？我觉得你可以买。他没有发现啊，对，我没有。可以买，这件蛮可爱的。而且它长度也刚好，是我喜欢的长度。搭小白鞋就会看起来比较休闲，你可以搭凉鞋，就会比较优雅一点。小白鞋是比较正式，比较休闲的感觉。好，那我去换了吗？最后一套，那我要穿长裤还是随便你短裤？为什么要问我？好吧，那我穿长裤。那在 Peggy 去换最后一套之前。我来哦，我的头发真的好油哦，我的天哪！来，先跟大家讲一下一些重点，这个礼拜的重点。首先就是明天会上新品，大家知道明天会上新品吗？明天会上大家最喜欢、口碑最好、热销万件的哇某系列，这个头衔很长很长。这个开头的系列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每天都会穿，夏天冬天都会穿，有长有短，显瘦最重要。大家知道是 Puzzle 的什么系列吗？该不会没有人知道哦？有人答对了，对，明天要上 PS 系列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次 PS 的款式蛮多的，有一般的 PS， 然后也有长度符合小织女的严选小织女 PS， 然后 Model 也跟平常不太一样。然后明天也有一些赠品的活动，但是我来问一下，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重大的消息，就是明天有一些东西是买了就送，而且那个东西是我们原本没有打算要，是一个蛮多人询问。然后特卖会的时候，蛮多人询问的一个东西，大家都想要，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做贩售的。然后明天呢，会变成PS 系列的赠品，大家明天拭目以待。今天会有小杂志吗？9点。今天9点会有小杂志，小杂志有什么内容？各种身形的试穿报告、哦，有照片有影片是吗？
我们那个小杂志的编辑非常认真在做这个 PS 比较系列的影片，没错，他们做这个、做很久了吧，对，就是募集了办公室各种身形的女生来为我们试穿明天上的新系列、不是新系列，好杯、好口碑系列。好 Peggy 回来了，哇，哇，大家应该知道什么系列了，好瘦哦，有没有，我在镜头前是瘦的，是不是有点矮，看起来蛮匀称的、是 OK 的吗，我怕会穿坏了，还是我再前面一点贴地的，应该是要远一点会比较好，再远一点吗，对，再远一点变矮了吧，没有啊，这个你干嘛那么紧张，因为我很紧张啊，我很久没有穿牛仔裤了，因为太久没有穿牛仔裤，你就会一直穿裙子的话，你就会不知道自己的变多胖，好，就是这系列，然后我穿的我们明天应该会有分两种，对，我刚才有说了、就是一般跟小侄女的、然后我现在穿的是一般的，对，然后一般的里面最满意的我的 top one 是这件，因为我也有请 Peggy 试穿，就是一般就是不是特别 for 小侄女的里面的每一款，她个人是最喜欢这一款。这款的弹性其实算是微弹，因为它其实算是合身的，那它会贴身，但是又不会很紧绷，就是它是有一点点弹性，但是又不会弹性非常大到让你的身体走样，就它是有修饰，就是包覆感的感觉，所以它弹性就是微弹。然后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。背面，它是中高腰还是中腰？它是中中高腰，有超过你的肚脐吗？我肚脐刚刚好在我肚脐上面，因为我不太能穿低腰的牛仔裤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不敢穿的东西。Peggy 158公分哦，对，然后这是中高腰，它算是直筒裤，窄款裤吧，窄款裤，好。那就是明天，然后我刚刚特别拿了这款这件，我跟你讲这个裤子我很久之前就穿了，就是搭橘色的上衣、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问我这个裤子什么时候上，必买奶油裤耶、到现在还有人，就是很多人私讯问我、奶油裤到底什么时候要上，就是 tomorrow 这件，然后我刚刚想说可以配那个刚刚的那件 T 恤，这样子配很好看，这样很好看，奶油系，很好看，对，夏天就这样，感觉是滑滑会穿的，有点夏天又有点入秋的感觉。现在看到都是 S 哦，都是 S 号。裤子明天必抢，我一定要抢。它主要出来了。好，那好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期待吗？明天十点。而且我刚刚 我跟江江录了那个 Pink Car、我们两个录到超多件，而且都超喜欢的。你们自己录一边录一边自己很喜欢，没错。T 恤也是这周新品哦，我从旁边抓了一个大来宾，因为他也穿着明天要上的奶油裤。哇！哇！不会啊 ，M 号。其实小杨是 S 号也可以穿，只是因为 M 号的话，他想要这样子卷裤管。卷裤的话。就是腰蛮松的，对，就是腰是很松的，然后但是我就想说，就是蛮舒服的，坐下来的时候，对，坐下来很舒服，但是 S 号其实是刚刚好的，小杨是 S 跟 M 都可以穿，然后他现在是穿着 M 号，对，比较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，然后卷起裤管。S 号其实我就无法卷裤管，就超瘦，会太短，是不是？对，今天的满额赠明天还会有吗？没有吧，就是满额就送完了，那个包包送完就没有了。对，我自己剪刘海啊，因为太长了。我好像也该剪一下。然后奶油裤我觉得就是很好搭，然后之前其实就搭了蛮多款式的，对，就很多人问，然后终于来了，很期待，我也很期待，很可爱耶，耶，好。我妈点胖老爹，你要吃吗？要，好饿、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都到这边为止，大家赶快在最后的三四秒分享加留言，就可以抽我们的棉麻长腿裤、逆天长腿裤、逆天长腿裤，任选颜色、尺寸两位，分享加留言哦，分享加留言两位送长裤。那我们明天就会
绍我们的这个系列 TS 显瘦裤的系列，大家明天十点上它走官网。对啦，我先认真的讲。然后 PS 在选尺寸之前都可以看，就是商品页里面也有试穿表格，然后还有小杂志也有各种身形试穿的照片跟影片。今天小杂志几点会上？九点，九点小杂志九点会上，但我听不到他说话。就跟九点哦，九点哟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